都是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，真的。顾在那边被人家问，我们都是直接就发挥了，我们都问人家，不是给人家问。对，你们都是在来。那我们再转回来哈、哦。是说就是。部门口啊，剩几个看板的来，哦，接着过来是我们郑丽英，哎、欸，丽英阿姬，在哪里？哦，他是直男国小的老师哦，他退休以后就是，哎、欸，转行哦，转，哎、欸，在这里，在这里来，他都已经讲完了哈，转行志工，来。我觉得我在文史馆当志工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地方文史哈、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受到前辈志工的照顾，他们都会把他们辛苦的填掉哈、哦、跟访谈啊、一个的教我们，所以呢也欢迎大家。哦、能够常常来文史馆跟我们呢打成一片，然后碰到前辈志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给你丰富的经验，文史上的经验跟人生上的见识、哦、谢谢各位、哦、那你 郑老师嘛，跟人打成一片，千般不好你完成一片啊。配景，那你配景呢，那你配景我们配景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哦，他最热心的就是关怀我们的环境哦，所以说他有做了很多的环境的事情，好、哦、像他在乌来的话，他也会导览像萤火虫啊、青蛙这一些生态的东西。那在文史馆就不是这个，文史馆主要注重的就是我们的人文历史哦，所以说他还是在这里面，他带小孩子最会就是带小孩子。哦，然后很厉害的，来，还有我们的哎，周义雄大哥，周义雄大哥今天有带几波来哈、哦，来，陈忠夫大哥今天有没来？哎，美惠，惠美，惠美，我讲个美惠好听，来，他的彩绘人生不怀疑，来，再过来我们的连胜言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位黄丽香的？没有哈，谢谢。来，咱家有黄丽香美郎吗？黄丽香小姐吗？来，黄丽香小姐，怪照。来，哎、欸，连大哥照你啊！连大哥也是哦，在我们这边哦，也超厉害的。连大哥照到你啊！里面给人导览干嘛？哦，连大哥在这边哦，虽然是九年，但是他哦。我们文史馆所有后来的这些，像后我们这些什么老店铺啊，有一些整个展览他都有参与，哦，所以说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我们。